树林里面转来转去，不知道想干嘛，可能是看到那里有那个野草啊、野菜啊，想摘一点吧。但因为他没有买，没有拿那个青菜来，所以说没有青菜，他现在正在去找那个野菜、野花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不是他找来的吗？对啊，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把那个水倒掉就行了。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光哥去找的那个野菜、野花，来看看大家看看。这个是他自己去找的。哦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他知道什么菜吗？哎呦，他怎么找了这么多种颜色的菜呀？能不能吃？这个又是什么菜呀？这个好重，好重。哎呀，这个。